11月15日，吴尊在社交平台晒出一组化身保镖保护孩子的照片，并配文称：“听说内内和 Max 都比我受欢迎，好吧，那我愿意改行做保镖。大家对我这新的任务还满意吗？”还配上了大哭的表情，十分可爱。照片中，吴尊架势十足，做举枪状，阻止拍摄，尽心尽力保护两个孩子，十分有趣。为此，网友粉丝们看到照片后，纷纷围观，激动留言道：“满意满意，你们三个都很受欢迎，这么帅的保镖，请来一打。”